中秋节特别节目《偶像运动会》开录啦！最令人注目的当然是场外的小插曲。本想一集的刘真在看到师兄方灿后，独特的打招呼方式让方灿差点倒在地。随后，这位 P 家族进行合照的时候，方灿抓准机会偷偷解开刘真的鞋带，没想到就被彩玲发现，开始耍坏的方灿，于是方灿又被彩玲推了一下。P 家族的好感情真的让人很羡慕，也期待他们能够带来更多可爱的互动啦。